up, man？ 好久不见啊 ！What's up, man？ 嗨，坐啊坐啊，干嘛啊？我一个人没坐在这里，太远就不拍了。听我讲话，怎样嘛？奇怪，你在干嘛啦？啊，我没在坐在这边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无聊了？不会，好不好？一点都不想你了。我去找宽亮，你为什么要来？奇怪，哎呀，我说你啊，真的是男大中看不中留啊！你看看，为了赎尽忘记，我们是好兄弟。我就告诉你，以前不要翘课，多念点书，你不听。成语不是这个样子用的，好不好？西府，他这个叫做哈见色忘友。我去。好了，哎，郭亮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哦，郭亮，我是想说，你最近不是在找咖啡厅？我有发现几间不错的，而且在闹区的店面，我可以帮你谈。哦，没关系啊，国亮，我们是想要开一间比较温馨风格的店面，这部分我们自己来就好了。军中情人，你找那种店面哦，租金一弄80到100万那一种，我们这种新创业的哦，吃不下来啦。如果预算不够，我也可以入股啊，算我一份，而且我很看好宽亮味咖啡。好了，谢谢你，国亮。不过这部分我们有自己的想法。如果真的有需要你帮忙，再跟你说。你说的哦，到时候不要客气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你们不觉得我们已经有很久没有像这样在国良家聚会了吗？哎，自从你们搬走之后，就很少来我家玩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上一次好像吃泡面。吃泡面？对啊，就福利女生吃泡面啊。嗯。啊？没有吧？我们之后还是有聚啊。是吗？我怎么记得是吃泡面那一次？哎，还是我们这次来玩点新的花样。哎，老高，你想要玩什么？这里面体力最差就是你，你想玩什么？有什么关系，就好玩嘛。我想一下，有了，我们四个来猜拳，输的两个人按球棒。都无聊哎。怎么会？那就好玩啊，玩比输好不好？桌子两边呢都要放上痱子粉，这样输的人就会被压在痱子粉里面的。高，你不要后悔哦。我跟你讲，这里面是玩力你最烂哦。师傅，你忘记我现在最近在哪边工作？哎，我现在全网跟你讲。全网。哇，这东西那么自信。嗯。秋林，你该不会怕了吧？谁怕谁来呀？来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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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啊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！我先上去全网吧。啊！何况让你完蛋了，哎。你面对林国良，你是稳输的，你不要忘记哦，你之前还是输过温馨的哦。没错，这个家伙每天在泡咖啡，帮人家泡妞，都没在锻炼他的体能。来比比看就知道了，没比怎么知道嘞？哎呦哎呦，何宽亮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，去环岛之后充满爱的力量，面对我们林国良，哇，完全是无所畏惧，无懈可击。先热身啊！啊，不是说好猜拳输有来比吗？我这是运动家精神，好不好？非常好。来，来比，来比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来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。来，谢礼后必修。好，红包啊，到时候就一起过去行吗？大家收，收收，哦，收来收。来，说好啊，哪一方先压倒对方，就哪一方。师傅，你讲这个不是废话吗？啊、你不要打断我。哎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以时间制来进行，好不好？限制15秒，如果你没有在15秒你也扳倒宽亮的话，就算宽亮的。OK， 准备好了是谁哦？准备好了，就会谁哦？多多指教你哦。啊，多多指教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看不到，没错。来，洗手，准备好了吗？要再伸一下吗 ？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嗯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，哎呦，快了不行啊，快了，四，快起，五，六，快了不行，八，九，十，快了可以，快了，再撑下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。下不是很容易流汗吗？
何况亮，你陪我去啦。我不行啦，明天还要跟班人去看咖啡厅，你自己去啦。你睡了吗？今天会不会来？会来的话，我就请你喝一杯。我要晚一点才过去哦。好，我等你。丢高，你才丢高啦！那、哎、你没丢高，对手机里笑干嘛？就有一个爱慕我的女生传简讯给我。爱慕你的女生？嗯、你确定不是男生？当然是女的，你有事哦？你说女生爱慕你？嗯。你没看错吗？你确定不会跟发票一样又有？这怎么可能看错？还是你有浪漫小女人的照片？何宽亮先生，你不要是只有女朋友在那边嚣张，我跟你说。哎呦，恭喜情窦初开哦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现在算怎么样嘛？马大哥，你这周感情运不顺，财运也是平平。这周感情运不顺是？是挺不顺的，没什么进展。你觉得那上面那个真爱难寻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我还真爱难寻呢、啊嗯、最好要配合上升星座，下次你给我再帮你算。怎么这么复杂、啊、当然这个是很有学问的。什么上升不上升的乱七八糟一堆。哎，萱萱，那我问你哦，那你查了吗？我们两个星座合不合啊？你是水瓶座、嗯、我是巨蟹座，当朋友是还可以，但是、嗯、就是不要靠那么近。哦，怎么样子啊？哦，你不要这么失望嘛，下次我算你的上升星座，说不定会有不同的结果。好啊。哦，那个还会变呢、啊。啊，这，对不起，你能不能轻一点？哦 ，OK。哎呦呀，哎，你在干嘛？秋婷，大声哎，你快过来，我们一起算算看。吓死了。哎，昨天怎么了？没有了，刚刚就算嘛。他说我这周的这个感情不好了，所以我在想，怎么可能这周感情运不好？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是一整年感情运都不好。你会不会聊天啊？好了，我跟你开玩笑，脾气不要这么短好不好？你过个几周就习惯了。你真的不会聊天呢？秋婷，我跟你说，现在他还讲说巨蟹跟水瓶不合哎，这种星座你也信？可是他真的说得很准啊！你赶快去睡觉了，太晚睡，你明天要长一颗痘痘。你看现在又长了，自己看。你不要乱看啊！好啦，我要去睡觉了。王萱萱晚安，马大哥晚安。晚安。我要睡了啊，早点睡，睡个美容觉。啊，你有生气吧？我没有什么生气，反正我只要听到不太准或者是跟我不利的，我就想睡觉。晚安。晚安。我问你，巨蟹跟水瓶真的不合？还好啦，就巨蟹多让水瓶一点啊，巨蟹座比较顾家，水瓶比较容易出错，注意点就好了。那也还好哦。但是巨蟹跟巨蟹很合哦。其实真的假的？嗯。那我们这里面谁是巨蟹、啊？我啊。OK。哎，对，那个干燥好像不错哎，你要不要拿来给我们停止家族卖？到时候看怎么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。爽快，最喜欢你这样。哎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太晚了，明天再谈，不然等下要罚50块。晚安。再睡。晚安。晚安。萱萱这个吉普赛道尽了星座的秘密，究竟真的如同他所说的，巨蟹跟巨蟹是合的，
而亦或是雅芝跟佑廷会不会因为他的说法感情上产生了涟漪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你除了绘画贴图之外，你还会做什么？我还有在写业配文跟在网络上卖东西啊。哦，你还会写业配文卖东西啊？我一直都有在经营这一块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最近也有在做假画制片。你要叫我帮你写业配文？对，反正你也会写业配文卖东西，那要不要帮我们？那你把照片寄给我，我就可以帮你排版一下，然后写业配文。好。这杯谢你了。对了，为了来庆祝我们合作愉快，拍一张。拍一张。来，来一，靠过来一点呢。下一个，一二三。哎 ，Hello。我觉得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们这样就好了。我的天哪，你这个书呆子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男女授受不亲啊？哎，我可是很正直而且很专情的人，我跟你说。专情，所以你现在有喜欢的人了？只因为在人群中。多看了你一眼，就再也没能忘记你的容颜。啊？五百年前，匆匆的一眼，换来千年后的相遇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就是没有追到，现在呢，我只能在他身边默默的守候他。世界上女生那么多，追不到。再早就有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也想去上厕所。你后退一下，后退一下。对不起。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我的幻梦，我是没有你吓惊到的。跟踪狂哦，对啊，谁叫你上那么久？小姐，你这样也太主动了吧！书呆子，我骗你的啦，我也要去上厕所。书呆子会吗？笑屁哦！你！
我们都不用睡觉了吗？讲几次了，有点公德心好不好？你们夜间部的体会叫我们日间部的，叫你们新生新女新人员都把我话当放屁。50块，50块，下次再办就100块，吵死了你。好，对不起。好吧，不好意思啊。动啊！哦。哦，上什么东西？什么酒味哦？什么酒味？来，吹一下。吹什么啦？好，你看达标了。哎，1.25，来走直线。走什么直线？我只喝两瓶啤酒而已，好不好？喝两瓶呢、欸？你抛下了物镜，你自己跑去喝两瓶，哎、欸，是怎么样？一定有鬼啦！有什么鬼？哎、欸，我有问他要不要去，好不好？他不去，我才自己去的。少来！你这是为了去把妹那么开心，怎么样？需要跑去夜店了是不是？啊，夜店咖？哎、欸，我才不什么夜店咖嘞、欸！到底是进展怎么样啊？啊？哎，师傅，嗯，问你哦，给你问，如果你是女孩子的话，你会选我哪一点？如果我是女孩子的话，我会喜欢你。离我远一点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很好笑，开玩笑的啦，爆笑去洗澡。哎，这样就要生气哦，脾气短哦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学会被女孩子打枪啦，不然就永远都不承认。无聊，睡觉。早安。啊，早。你头不会晕吧？不会啊。哦，对了，你要不要把花拿下来？我帮你拍一拍照，答案就可以 po 文了。好啊，等我一下。嗯。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嗯，我觉得把书打开好了。哦。挑一个也比较适合哥哥。颜色的这个好了，哦，这样吧，哎，好像比较好，哎，好，嗯，嗯，看看，哦，很好看哎，你技术不错哎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好，那我们换下一个。好、哦、那拍这个。好，这个来点饮料，好，你拍一下。OK， 那放这样子，这样。那个饮料再过去一点，六升汁。过来点。Thank you.
那个饮料带过去一点六升汁。我来点。这样。我脸上有什么吗？哦，没有。你再调一下好了。好。朱小姐。你叫我萱萱就好了啦。哦，萱萱，我问你哦，如果你喜欢一个男生的话，你会喜欢他哪一些特点？我还没有到喜欢啦，我只是觉得他还不错而已。你可以跟我说是什么原因啊？善良、幽默、风趣，而且热心助人。来，你哟，脚踏实地一点呐！每次都是想东想西的，还不是住在这边？啊，这样什么时候才可以赚到一栋房子啊？什么声音啊？别紧张，一定有恶作剧。哦，原来你说的紫的就是这个干燥花啊。对啊，不错，漂亮。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热心助人。可以麻烦你们帮我把行李搬上楼吗？可以啊。谢谢啊。喂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我们来拍照吧。好，这样。好险有给你摆，真的比较好。因为花是重点，所以我们把它摆在前面。你看，这样怎么样？哦，真的很不错哎。好，OK。好。OK 了。啊，谢谢你哦。哎，等下我再说就好了。好，待会我顺便把这颜色调一调，然后排版一下，就差不多。那麻烦你了。喂。原来这么早开始，他就已经注意到我了。请问三位今天来问什么呢？啊，是这样子，老师，我想请老师帮忙算一下他们的八字。志强的八字出生时辰是12点，是中午还是晚上呢？啊，晚上。妈，你是不是搞错啊？出生时辰中午是午时，那晚上出生是子时，所以他们两个的关联是牵涉到这个人的命盘点，所以会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谢谢啊，那就麻烦你帮我跟你爸爸说一声对不起，是我自己搞错了。我一直以为强强是晚上12点出生的。没关系啊，杨妈妈，我爸常常跟我讲啊，他帮人家算命啊，就再三确认的就是早上还是晚上，是国历还是农历，所以他明白的啦，不要担心。对啊，你搞得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哎，害我睡都睡不好了嘛。这真是一个人打喷嚏，周围人都感冒。妈，没关系啦。而且我们都很想你啊，刚好您这次北上，我们也可以看看您，顺便也可以请您吃顿饭啊。菜我已经买好了，待会回去我来准备。强强，谢谢啊。你看，这真是这么好的女性去哪找？素儿，真的很不好意思麻烦你了。等一下我们吃饭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哦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一直麻烦你跟你爸爸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啦。因为等一下我还有事情，你们私下好了。那不然这样好了，
改天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请你跟你爸爸吃顿饭啊。好，谢谢妈妈，没有问题。这也正好呢，还是要梦幻一点，还是调暗一点，看起来比较神秘。嗯，邓光熙，嗨，怎么知道你自己一个人？秋婷呢？哦，他早上送赵老师去拍戏之后，现在应该在睡回笼觉吧？嗯，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要用干燥花、啊？你该不会在帮朱小姐吧？对啊，哎、欸，你们帮我看一下好了，照片这样调好不好看？嗯，邓光熙，你怎么对朱小姐这么好？还帮她做业配？大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互相帮忙有什么关系？哦，是这样吗？啊，不然呢？快点，不要无聊哦。所以你跟朱小姐是住在同屋檐下的关系、嗯？那你昨天在夜店的艳遇有什么关系？哦，艳遇！哎呀，宽亮，你是有亲眼看到我艳遇啊？不是啊，是你跟我说有什么女孩子仰慕你之类的，这光是你交女朋友哇、啊！哎呦，那不是女朋友，就好朋友而已没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背叛 Dora， 想不到你的好心很好呢。我跟你们说，那种意外飞来的艳福哦，不会是福了。哎，这倒蛮有 sense 的，没关系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帮你。感应看看，来照片拿出来，照片，来，好，有拍，拍。没关系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帮你。感应看看，来照片拿出来，照片，来。啊，夜店这么暗，拍照怎么会清楚？好，有拍，有拍。就是不清楚，把它删掉了嘛。我跟你说，麦丽她这手机夜拍功能很强大，下次借你拿去用啦。对啊，哎，郑光熙，反正你那么会画画，帮你画给我们看。不行呐，他怎么画都跟潘朵拉长得一样啊。对，是。那不然你就带给我们看啊！哎，好，哎，那你先给我们一个呀，是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、圆的、扁的，还是这边有颗痣？那就好，就两个眼睛，有一个鼻子，还有一个嘴巴。真的、哦，我知道他有两个耳朵。你怎么知道？哇塞，我还知道他的头发不是真的就是假的。对，你想要看假发呀？干嘛呢？看是不是真的假的嘛？真的了，我在猜你的，我跟你讲。关下啦，我关下好了，关了。要关很久了。哦。哎，又挺早。好啊。要不要吃早餐？哦，好，谢谢。哇，怎么那么多干燥花、啊？对啊，光熙已经帮我拍照发业配了。嚯、哦，弄好，难得我们家老高这么主动。难道？来，先喝牛奶。哎，做这个会不会太难？这个、哦。不会啊，只是要稍微有点耐心，因为这个干燥花很脆弱，所以都要小力一点，小力一点。你也有兴趣啊？哦，没有，我只是问一下。嗯嗯，这给你，你就不用动手做啦、啊。那、哦、谢谢你跟光心这么帮我的忙。哎呦，小 case 啊。给你。哦，谢。你要不要加颗蛋？不用，谢谢。第十场十一进 ，Take One。3、2、1，Action！
哎，这么巧，你也在这里上班啊？嫂子，啊，你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导演，我不是要演冷酷酷的女生吗？你有看剧本没有啊？你来这里上班，查理他是你的老板，他问你话，你怎么可以不回答呢？好，再来一次。五、四、三 ，Action！哎，这么巧，你也在这里上班啊？啊，对啊，这么巧啊，你也在这哦。你怎么一开口就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哎，导演，当初试镜的时候我要雅致开口讲话，但是他不开口讲话的样子不就是你们想要的吗？现在怎么办呢？都已经拍了，他那个还能怎么办呢？好吧，休息一下吧。对不起，导演，谢谢。没关系啊，你还是新人，下一次不要这么紧张。好。雅姬，昨天有跟你说，请你带套装、围巾、衬衫跟眼镜，你放在哪里了？我真的很对不起，我昨天真的有把它全部都放在袋子里面，然后我还写了那个纸条告诉我自己说一定要记得，结果早上太赶出门就忘记了。幸好今天没有要拍，不过明天的戏需要这些服装，请你一定要记得。 好，我知道了。制片好，你看我这样子好吗？对不起，造成大家的困扰。导演人好，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如果想要继续演下去的话，今天回去就把剧本看好背熟，不要像今天这个样子，连讲一句台词都有问题。好，我知道。你如果讲话会卡，你回去啊，就面对着镜子，看着自己的表情，调整语调，看看是否自然，好吗？好，我回家会练习的。老板，我还需要一些满天星啊，在那边。这些干燥花很漂亮吧？嗯，可以拍照吗？当然可以啊。
要不要呢？不用了。这样多少钱？啊，算你120。嗯，这应该可以。先把照片找给他。传这个给我干嘛？我重新调整了照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蛮漂亮的，喜欢就好。为什么他在家里跟外面对我的态度不太一样？跟他传赖都很好啊。是因为在爱情公寓，我们彼此要假装不熟吗？应该是，不能被发现。但是，这样子算不算精神出轨？会不会对不起朵拉？这不是预算干燥花吗？嘴巴老是咳嗽。哎，谁？谁来问你？喂，喂，师傅，我床上的干燥花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没有啦，玉勋说要送你的。他说谢谢你帮他写业配啊。送我的。好，没事没事，谢谢啊，拜拜。送我的？嗯。无聊哎，没事打电话。萱萱送这光是干燥花哦，他对他太好了吧？哦，该不会他对郑光心？哎呦，老高怎么可能有人爱啦？没事打电话。萱萱送这光是干燥花哦，他对他太好了吧？哦，该不会他对郑光心？哎呦，老高怎么可能有人爱啦？你怎么这样讲？老虎都有人喜欢了，老高怎么会没有人喜欢？你不是有句话哦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哇，你什么时候会出口成章啦？为什么拍片的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好呢？那个时候呢，我怎么样？我一不在你就出状况，还好导演愿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不要给我再鬼混了，你讲。我跟你说，我没有鬼混，我很认真。很认真，为什么会害大家停拍呢？雅思，我跟你讲，绝对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，好不好？皮绷紧一点，回去我陪你对戏，你要一字不漏的把话都说清楚，说好，台词都给我讲清清楚楚，知不知道？邱又廷，我跟你说，事情是这样子的。我那时候试镜的时候，是我跟我讲说，就不要说话啊。所以我看到这个人，我想说，哎，那我是不是什么话都不要说就好了？又是拉伊啊？拉伊是经纪人还是我是你经纪人？我帮你拿包包的呢，啊？你啊？他只是代班的哦。那你要叫他代班，你要跟他说清楚啊，你也要跟我说清楚啊。我要让你自己去体会，好不好？什么叫体会，知道吗？哦，乖，学会长大。我已经长大了。有吗？有啊。我怎么看不出啊？
好啦好啦，爱你啦。不给我空间长大。好啦，我给你空间嘛。赵雅芝，我就不讲话，你还真的全部都不讲话。你又不是演哑巴，你怎么可能整出戏都不讲话？哎，人家已经很难过，你不要一直念好不好？好啦，算了，不要再念他了啦。哎，赵雅芝，不然我们陪你排戏。真的吗？好啊，谢谢你们。你们要排什么啊？其实是这样子的啦，就是我今天工作的时候演戏实在是演得太烂了，然后就被那个制片刁，所以呢，我要好好努力，然后明天表现回来。明天哦？嗯。可水瓶座这星期水逆耶。啊？不然我帮你看看明天的运势。好啊。水瓶座明天运势才1.5颗星，诸事不顺要特别小心哎。啊，才1.5颗星哦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把剧本看熟才是背熟啊！不要浪费时间了，拿出来练习啦！来，好，我们现在来练习，来练习，练习，练习。你没看我们公司的合约吗？合约条件写得非常清楚，一旦录取未经过我同意，擅自离职是要赔钱的。该死！我那个时候为了要急着找工作，条约都没有看就把履历寄出去了。卡。啊？赵雅芝，你不是演个冷冷酷酷的女生，你怎么会这样念呢？啊，就不能这样子演呐！前头 OS 不用念出来啦。你要怎么念呢？啊，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懂吗？什么反应啊？啊啊！对了，你又不说话啊，我就不能不说话啊？啊，这 OS 就不是要讲出来，它就是后面再帮你录音配上去的啊。啊啊！懂吗？懂了。好，继续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专属秘书。一个新人凭什么当总裁的专属秘书？一点实力都没有，真的只会卖弄风骚，爱出风头。啊，月亮又不是我的错，谁叫你当我总裁的专属秘书啊？我只是条约没有看清楚。哎呀，卡，又怎么了？我早就有心理准备，这个贴图推出之后可能不会卖得很好，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会这么的差哎。今天哦，不要想太多，好好去玩，找你的灵感。我才不想当总裁的专属秘书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虽然带着伤，也无畏的前往。呼哦，也曾经彷徨，也经历。我要怎么称呼你？你可以叫我景瑶。你要最近注意一下赵雅芝哦，她好像压力很大。快乐咖啡厅见好了。好啊。我是经纪人，你喜欢表演吗？我很喜欢啊，而且我很喜欢美美的工作。见他一直走不停留，沿路多少青春埋葬在里头，岁月刻画的伤在你眼眸，重复着期待又失落，我们都懂了，人生总是